哎，我们来聊聊吧。说说，说点啥？你给我阐述一下，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是好人。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是好人的吗？我不打妄语，不打妄语，真的。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现在想拍别人是吗？我的目的是，我想买衣服，我想买衣服。我想买衣服。我们去找那个什么吧。以后啥都没有。哎，你看吧。行，那我先停了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刚才想到一个办法，因为一开始所有的人都会想说被不要给任何人看嘛，所以他们都会贴着墙走。就走到这种透明的地方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拍到的。我们十个这样。或者我跟你讲，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走吧，然后我们就迅速的背靠背，可以。反正不管他是好人坏人，我们都拍下来。行。谁呀？吓我一跳！等一下，咱俩先别暴露，别先暴露，别先暴露，这些都没有线索吗？你是熊猫吗？不是，你是熊猫还是狗熊？我手机放下，你熊猫还是狗熊？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陈楚生，7.5米台。哇塞，陈楚生！你是熊吗？我肯定好人呐、啊。又到了互相交换信任的环节了。你这个笑容就肯定有点问题，你这把有点问题，你看那个笑容，就是狗熊两个字写在脸上，你看看，真的。我觉得这样不行，这样大家都不会有谁主动去拍谁。先等一个，再找人。个毛子！闲置。你俩是不是一伙的？不是不是，你俩是一伙的。都给绑！不是你俩是一伙的，不是你俩是一伙的，你俩是一伙的，你俩是一伙的，不能这样！啊啊！
不要啊！啊！你俩结盟了是吧？二对一，我的同伴在哪里？走，走对，粘上了。有人，后面有人。走。你去后面拍的，去后面。你俩结盟了是吗？说你是啥？我当然是熊猫。拿什么证据？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我没什么证据啊，但是证据。我没什么证据啊。我没什么证据，我没什么证据。我们十个这样。你说嘛，你说你是啥？我不是，我就是熊猫啊，我就是熊猫。有人。哪人？哎，王哥。哦，这可以开技能，开技能。哎，我们要不要进来？我可以进来。你是熊猫？呀、yeah. ，你被他拍到了。你拍到我了？拍到了，拍了。Oh. 我要开启等我来挑战。我看一下挑战一，猜猜我是谁？对，请在下面三十张图里面找出哪一只是花花。大熊，我天哪，我。挑战二，不用手穿裤子，请在1分钟内不用手穿裤子挑战成功啊！我这个吧，我挑战第二个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哇哇哇！好难啊，这个鞋好大，我的鞋。哎呦，妈妈！哇，还有这个高科技呢！哇，还有这个高科技呢！让游戏更好玩一点。请问你要验人吗？我要验张远。请进入验证区。验证结果将会出现在大屏幕上。张远不是坏蛋吗？什么东西啊！什么东西啊！王月星，我刚也拍到他了。这帮人太没劲了。躲电梯啊！躲电梯上。你别先出去，你别出去。张远被淘汰了。